柯南在吃榴莲呢，感觉好可怕哦！新加坡又要出事了。男友特地帮我找了一家榴莲专卖店，这里除了新鲜榴莲，还有榴莲甜点哦，简直我的天堂！这个内馅香到受不了，榴莲奶油很浓，很好吃哦。第一次来新加坡的观光客，我们终于体验到了经典行程，就是鱼尾狮。但是我们后面呢是 B 级鱼尾狮，它的正牌在正后方。但我觉得其实 B 级鱼尾狮我也蛮喜欢的，它长得蛮可爱的。其实我也是，不同的风情啦。对啊，大家可以跟 B 级鱼尾狮拍拍照哦。哎，我们自己还自称它 B 级，说那根本就是，根本是我们搞不好是小国宝之类的，我们在那边说人家。我没有噻。居然买了一只鱼尾狮的冰棒，今天想做一些就是观光客做的事，就砸大钱买了一只冰棒。这个只冰棒要大概台币快200，超过200，超过9块钱啊，220块，就是椰子香精感，不知道它的耳朵或是敏感带。晚餐来吃这家有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泰式东北料理，用料跟味道都很丰富哦，但也蛮贵的。这是我喜欢的偏酸的咖啡，今天呢是圣淘沙一日游，我现在有点皮笑肉不笑，我现在有点害怕。刚我男友就是说你可以搭缆车开场，可是我现在手跟脸都好僵哦，难看到好好看的画面。这个滑车呢是我们来之前就先预定好的行程，重点是呢昨天有小道消息，昨天滑车场有人私人包场，所以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泰勒斯的团队来玩。希望我们等一下可以坐到跟泰勒斯同一台车。后面其实蛮漂亮的，很漂亮哎，好不行。我爱了，我爱了！我吓到，好好玩哦！我本以为这是骗小孩游乐设施，没想到这么好玩。黄大仙之前说过，坐水上摩托车人都很快乐，来玩滑车人都很快乐，好爽，好嗨哟、哦！啊，好可爱哦！你好可爱哦！要我什么？我要，我要。
现在进来环球影城了。然后我们这次最浮夸的就是我们买了 VIP 的套票，超贵。对，它比泰勒斯的演唱会买得到。我们买的呢是5小时的 VIP tour， 会有导游带队玩遍乐园哦。资本主义的力量好可怕哦！Oh no！ 你很没品。我们真的疯狂从出口进去，要羞。好。另外 VIP 最过分的还有跟角色合照不用等，因为导游手上呢都有角色行程表，让我们当空降部队，直接第一个跟角色合照。等到拍照。查到信息想说十分钟，今天休息，没关系，菲欧娜维持。这好适合你哦。对啊，很需要吧。好，这是你的名字哎。对啊，这平常在家其实可以穿。可是这样很色，因为下面会空空的。这是功夫熊猫的帽子。熊猫阿北应该要戴一个吧？这太小了，我戴不下，好可怜。我们中午来看这个未来水世界的表演，重点是这个 VIP 套票居然可以来 VIP 的包厢看表演，然后有吹冷气，有厕所，而且还有水可以喝，真的要花。来环球影城，但这个人自备了小美人鱼的水瓶，跟大家说这是在家乐福买的哦，也不是在迪士尼买的。这个我物色了很久，终于买到。要盘旋着。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事实，就是我男友是 City Maid 的粉丝。粉丝、欸？有算粉丝吗？但都会唱他们的歌啦。会啦，他们出2张专辑，我好像都会唱哦。对，我们现在到那个神鬼传奇区，很适合唱伊西斯。别开车，别停在东伊西斯。现在呢是午餐休息时间，然后我们来吃就是导游推荐的炸鸡，那炸鸡还有拉沙口味哦，调味的，这不会很干，这个以游乐园炸鸡来说算很好吃的。嗯，现在在等小小兵的见面会，完全是一个大插队的行程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开始使用就是特权的部分，因为旁边已经大排长龙，我真的不敢往那边看过去，我觉得压力好大。只能说玩得很充实，设施、表演、拍照全制霸，辛苦了。他真的超可爱，而且超有耐心，带我们到各个地方。这是我的快乐。谢谢你。但经过这一次经验，我不禁想，如果在日本环球影城买 VIP， 感觉就超快乐，超想试看看。旅程的最后一定要来朝圣浮夸的樟宜机场，虽然新加坡真的热到不行，又湿到不行，却让我拥有最好的回忆。新加坡，拜拜。